一大清早，慈济志工就载着满满的物资，沿途发放给需要的人，送上厚实的棉被，希望在寒冷的冬天能够睡得暖和。啊，一盖的就很温暖啊，对啊，这很轻，很温暖哈啊。那个圣严法师啊，圣严法师还有常住师父跟全球的慈济人哈，都祝福你们哦。剪刀石头布，玩着互动游戏，这群部落年轻人是新雅奖学金的得主，也不忘要付出爱心。学习上人的理念精神，啊，希望他们是未来国家的栋梁，能够发挥他们的潜力，福利人群。原汁原味的竹筒饭，这传统的原住民美食，是部落长者要回馈给一年来关怀不间断的志工们，同时也一起欢喜迎接新的一年。带新闻真善美志工甘月香范吕昭花莲报道。